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边，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系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已经系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咧，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咧，已经呢度咧有好多嘅客人咧，就系买咗翻去屋企度咧，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欢迎收听圆网台嘅自然疗法与你，我系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自然医疗资讯同最新嘅发现，等你同你嘅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嘅人生。Hello， 医生你好。Hi， Della 好，大家好。今集咧，我相信咧，作为咧啲嘅有小朋友 BB 嘅父母啦，或者需要凑小朋友嘅听众咧，就一定要留意啦。因为咧，希望今日袁医生帮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 BB 仔啊小朋友咧出牙仔嘅时候咧，所遇到嗰啲问题，而又点样啲父母啊或者系照顾者咧，可以用啲同类疗剂咧，好快脆帮呢个小朋友咧解决咗佢哋嗰个辛苦啦，令到咧佢哋嘅出牙仔咧唔好觉得系一件痛苦嘅事啦。麻烦袁医生帮我哋解释一下，介绍一下。咁当然啦，唔系所有细蚊仔出牙都系出现问题嘅，好多细蚊仔都 OK 嘅，平平安安出牙。但有啲小朋友咧，出牙系一种折磨嘅，唔单止对佢折磨咧，对佢父母都系嘅。咁好啦，症状通常咧，你常见嘅症状咧就系牙齿啦，同埋牙垢啦、牙根啦痛啦、流口水啦、牙根同嗰个红肿啦、发烧啦。分辨都会变㗎，有阵可能稀淡咗啊，咁烦躁不安啦，发牢骚啊，瞓唔到觉啦，呢啲系常见嘅症状啦。咁并发症呢，其实基本上呢就系并发症，即系唔好少嘅，但系呢本身已经系好苦恼嘅事嚟㗎，处理一个细蚊仔出牙痛嗰时候，咁所以呢有办法处理系当然最好啦。咁好啦，需要留意。咁睇下牙根有冇即系望落去睇点样啦？系咪好肿咧？系咪咪紫紫黑黑咧？咁通常都有少少微微红肿嘅啫。睇下有冇流口水，咁婴儿嘅姿势系点样样咧？粪便有冇变啦？同埋有冇其他嘅明显嘅症状啦？咁喺同类疗法嘅指引里边咧，如果嗰个婴儿系肥肥白白啊，多汗嘅吓，咁出牙出得慢嘅，大家都可能都听得多节目都知道咧。就用嗰个碳酸钙啦，典型嘅肥肥白白嘅小朋友出汗嘅，头湿湿啊咁样样嘅。对于呢啲喺出牙嘅时候咧，特别沮丧、情绪唔稳定啦、脾气暴躁嘅婴儿咧，就可以用咧系洋甘菊啊，好难凑嘅啊，你点样去搞佢咧，佢都系唔能够停止嘅啊，即系你见到呢啲嘅。小朋友咧，你真系想刮佢嘅，即系如果令到你有呢种咁样嘅情绪咧，咁你就谂呢个洋甘菊啦，唔使刮佢，俾佢食一剂洋甘菊就得噶啦。好啦，如果佢哋嘅脾气暴躁咧，又系即系点样搞咧，都满足唔到嘅，但佢又冇洋甘菊嗰种咁挑剔即系咁差咁样咧，咁你就可以用嗰个硫酸钙 （calcium phosphoric）calcium phosphate。好啦，但如果你用埋嗰个硫酸钙都未有效果咧，再用埋嗰、那个就可以即系用嗰、那个洋甘菊啦吓，即系呢两个不同程度嘅敏感嘅啫吓。咁如果嗰个婴儿你望落去咧，五官个精致系有啲便秘同埋出牙咧系好缓慢嘅，咁就可以用直肚吓 silica 啊，即系好黏细嘅吓精致嘅小朋友嚟嘅。好啦，同疗法嘅疗效咧，通常可以话咧系15分钟或者一日之内就应该舒缓噶啦。就尤其啲咁急嘅痛咧，个疗效系好快嘅。好啦，有冇其他嘅保健嘅建议咧？咁有啲细蚊仔咧，中意有啲冻嘅嘢咬，就可以有时可能会舒缓即系不适嘅地方啦。咁亦都可能咧系用嗰、那个
用嗰啲奶嘴啊，吓，或者用牙，即系出牙用嗰啲牙，即系咬牙嗰啲橡皮圈啦，系嘛？咁呢啲系种常用噶吓，即系佢出牙嘅时候，边咬下咬下佢咁样。咁有啲人咧就会即系雪柜啦，冻一冻佢啦，咁整干净佢，抹干净咗，攞块湿毛巾包住佢吓，咁俾 B B 仔牙出牙用嘅。好啦，如果你手上吓冇同佢疗剂嘅话咧，咁当然啦，如果屋企有啲洋甘菊草啦，因为呢啲好多草茶包吓、一个好常有嘅，咁可能屋企平时已经有开呢啲 chamomile tea 咧，都可以用一用嘅。OK， 咁当时啦，如果你真系用唔到某一只疗剂嘅时候咧，其实咧喺好多健康店咧，我都有呢啲嘅复方嘅，我叫 teething remedy 吓、咁喺我哋嘅六创健康店一直都有卖噶啦。咁好多人咧都系咁买两支就算啦，因为咧即系个效果一样咁好噶啦。好啦，个别嘅疗剂，碳酸钙 calcium carbonate 啊，通常咧个出牙咧就系、是。好辛苦嘅，同埋个细蚊仔出牙咧系出得慢啲嘅，即系佢个牙出系比一般慢嘅。通常你个 B B 仔都系肥肥白白，啊圆圆胖胖白白，通常咧瞓觉咧就出汗啦，头部出汗啦咁样样。咁冻嘅空气或者热嘅嘢咧，都会令到牙即系唔舒服嘅。啊，咁硫化个硫酸钙嘅小朋友咧，通常比较固执，但系都好开心嘅。啊，个头大大啦。啊，中意食鸡蛋啦、芝士牛奶啦咁样样，就怕潮湿嘅天气，系中意暖嘅。啊，呢、这个就系碳酸钙个正型。Calcarea phosphorica 啊 ，calcium phosphate， 咁都系啦。牙齿对嗰个咀嚼好敏感嘅，咁细蚊仔亦都挑剔啊，好难满足佢。总之要走嚟走去，亦都系出牙比较慢啊，同埋咧。系即系啲牙咧，可能唔够硬实，就好多时候咧系好容易有蛀牙呢个情况嘅。咁亦都系极度不安不满吓。咁但小朋友咧系中意走嚟走去出街嘅，啊即系啊咁啊嗰、那个碳酸钙嗰、那个同嗰、那个嗰、那个硫、那个磷酸钙吓，磷酸钙咧叫 calcium phosphorate 同磷酸钙呢一只咧嘅体型有啲唔同嘅。磷酸钙咧系比较上咧系会瘦啲长啲嘅。而嗰个碳酸钙咧系比较肥肥白白嘅 ，OK， 咁嗰个磷酸钙咧系中意俾冻风吹啊或者喺一啲即系冻嘅环境，佢都觉得 OK 嘅。咁同埋嗰个碳酸钙有啲唔同。跟住就洋甘菊 chamomile German chamomile 啦，咁经常用喺出牙痛噶啦，个细蚊仔系好难凑嘅，好挑剔嘅。好嬲怒嘅，乱咁发脾气，乱咁踢，乱叫，乱佢打嘅，对痛咧就非常之敏感。啊，出牙嘅时间咧，就可能咧就耳仔有发炎啊，感染啦咁。咁痛到时候咧，系冇办法安慰到佢，你点样抱啊，点样摇咧，都唔掂嘅吓。咁同你对立啊，同你争吵啊，好任性嘅。咁同埋咧，出牙嗰时候咧，你会发现咧，佢嗰啲粪便咧系有啲土泻，系绿色嘅啲粪便，好似嗰啲切碎嗰啲菠菜嗰种型嘅粪便嘅。OK， 咁通常咧就要抱下佢啊，摇下佢会舒服啲噶。直肚吓 ，silica terra 直肚，咁通常咧佢出牙咧都系比较困难同埋慢嘅，慢慢嚟嘅。咁同埋呢啲牙咧，好容易咧出咗好快咧就会蛀牙。同埋嗰啲珐琅质嗰度，你睇到咧开始有啲崩嘅，咁容易咧有牙肿啊，咁细蚊仔初生婴儿咧都有见到有啲严重嘅便秘啊，咁直肚嘅人咧即系五官精致嗰啲吓，比较瘦弱啲嘅，好似冇乜腰骨嗰啲吓，即系好似好黏瘦嘅，咁牙即系当然牙床会痛啦，牙根会痛啦，发炎啦，肿胀啦，咁饮冻水咧会加重呢个牙根嘅肿痛嘅。嗯，好啊，咁唔该晒袁医生介绍咗几只嘅疗剂俾我哋嘅听众啦。咁咧就系啦，讲咗咧就有啲小朋友 B B 咧出牙仔咧就冇乜事嘅，但系有啲真系好严重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常备咗呢啲疗剂喺屋企度咧，即系如果一
发现到小朋友有呢啲嘅问题嘅时候，咁亦都感觉到佢哋咧系即系系啦，检查咗啦，牙肉有红肿啦吓，好似啲老人家话，咦，见到有少少白色点点啊，即系喺牙肉度，即是话你出牙仔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即刻咧用呢啲嘅疗剂咧，咁令到咧小朋友出牙仔亦都出得顺利啲，亦都唔需要咁辛苦啦，咁凑佢嘅父母亦都可以安乐啲咁样样啦。咁所以呢一啲嘅套装疗剂常备喺屋企度咧，就一定系可以咧系处理到呢啲嘅急性嘅问题，达到咧系及早治疗嘅，唔好错过咗个治疗嘅黄金期啦。常备套装就有备无患噶啦。多谢袁医生今日嘅分享。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想查询翻有关嘅疗剂嘅或者系健康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好，多谢收听，拜拜。